初步核算，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0,933亿元，按可比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 6.3%。 分季度看，一季度同比增长 6.4%， 二季度增长 6.2%。 分产业看，第一产业增加值23,207亿元，同比增长 3%。 第二产业增加值17,9984亿元，增长 5.8%。 第三产业增加值24,743亿元，增长 7%。